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爸，我最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怎么了？我感觉妈妈一直在我身边。 我感觉妈妈不是车祸死的。今天你生日，不说这个了，吃蛋糕吧。不吃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 我先走了，爸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记得按时吃药。知道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嗯，没什么事。你爸爸知道吗？他还不知道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 喂，爸。你想干什么？现在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和你妈太像了。
搿是阿拉个鲜血，伊帮玫瑰花个颜色是一样个。侬来做啥啦？是勿是又来拿镜子照人家啦？哎，阿叔，你搿钞票侬还没洗呢嘞。侬别急，别急，过两天拿裤子辰光一道扒嘞，好伐？哎呦，好呀，好呀，麻烦侬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侬回来啦，看爸爸，乖乖好，身体勿大好。哦，要么我有事体先走了，再会。好的，再见。爸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人嘛，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而不是让别人来为你负责。但是爸，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呢？我只能感觉到他。你妈妈跟我说过同样的话，有些人一辈子都醒不过来，有的人一旦醒来了就回不去了。您好，你们老板在吗？请问您有什么事？我想办画展，想和你们老板聊聊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Thank you.
谢谢你们。